中美元首大阪会晤打破了五月初以来两国的僵局。根据中方的通报，双方同意恢复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加征新关税。特朗普总统也在第一时间表示，双方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中美关系将回到正轨。中美恢复谈判，美方终止对三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新威胁。这是全球舆论对中美元首大阪会晤期待的最好结果。当然。 恢复谈判不意味着接下来就能顺当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咱们中国人需要继续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今后的各种情况。啥叫平常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局势的客观认识。五月初，中美谈判形势急转直下，美方再次举起关税大棒，但是中方没有吃那一套，坚决地进行了从经贸措施到舆论斗争的各项反制。中美重回谈判桌。 中方不惧较量的精神是重要推力之一。回头看这期间，不仅中国政府态度坚定，我国经济运行也相当平稳，各项指标的波动都处在正常区间之内，完全没有美方所期待的中国社会的惊慌失措。这些对美方意志造成了很大磨损。时至今日，经过几轮较量，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中国不作无原则退让的意志以及支持这种意志的经济承受力刮目相看。 中国是美国极限施压摧不垮的强大力量，这逐渐成为了世界认知中国的稳定维度。同样，这也成为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一个强烈的新认识。老胡相信，中国的坚决反制在不断重塑美方的对华心理，而双方的心理态势对接下来的谈判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了，美国很强大，在对华经贸战中有相对实力优势。中方对元首会晤的通报特别提到。 中美双方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要巩固美方的这一承诺，不会是件轻松的事。特朗普表示，他对中国没有敌意，这值得欢迎。但美国的权力体系十分复杂，一些激进势力有兴风作浪的能力。我们需要有应对各种曲折的充分思想准备。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确最为重要。 中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宣布了对外开放的五大措施，把中国经济搞好，把改革开放落到实处，让中国经济在所有领域通过所有末梢最大化的释放活力，就会形成管理美方今后谈判态度的某种有效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永远牢记于心。对中国人来说，中美贸易战是捍卫中华民族继续发展。 所有老百姓能够继续提升生活质量的权力之战，是我们在面对人均收入在我们六倍以上，以及人均能源消耗是我们大约四倍的美国面前的人权保卫战。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团结，众志成城。老胡深切希望今后会继续是这样。少数屁股坐歪了或者胆子吓破了的人，应当面对时代洪流，深刻反思。 另外，他们应当放弃自己几滴唾沫就能形成决定性漩涡的幻想。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